向南不整。不让唱了啊，我唱什么啊，您唱那什么呢？刚才您唱、那个、我们刚才说那个、啊、就是唱那种抽大烟什么的，说起万世流芳李香兰那个啊那满映的啊卖糖歌。哦哦哦，哦就是那个满洲国电影、那个，对对对，不是，他不算满洲国的，啊、张善坤导演，哦，编导，张善坤呢还是？张善坤，他不是满映的那片子，满映的吧？是满映的，满映的，当然了。哦，李香兰主演，不得了。我给你唱一个啊，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被旮旯低头不语儿，牙咬嘴唇，他两眼发直，紧出神儿。原来在小组会上啊，被批评了一顿，他学习不带劲儿，工作不积极儿，爱发牢骚是常闹个气儿，同志们之中他不合群儿，一天到晚他净想爱人，小组会上他冲盹儿，叫他发言他没字儿，烟卷儿不离嘴儿，一根接着一根，喜怒哀乐常没准儿，八成是他的思想有了问题儿。你这个什么？1949年、1950年，这时候那他们那个华大集团啊。演的一话剧叫《民主青年进行曲》，啊，写这青年阶段的思想改造。啊，这歌谁做的呢？蓝天野哥哥杜鹏。啊，就这单弦这段，啊，是杜鹏写的。啊，因此杜鹏跟那谁，就那时候杜鹏在青艺嘛。对，一有连环，他们就唱这段，我会的。啊，我们人艺是叫买租曲。啊。啊，这有这么一个人实在不是，这太像，这回的别。